凡人之所以为人者，礼义也。礼义之始在于正，容体其颜色顺，辞令容体正，颜色其辞令顺。而后礼义备以正，君臣亲父子和长幼，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。而后礼义立故官，而后服备服备，而后容体正，颜色其辞令顺。故曰官者礼之始也。是故古者圣王重官，古者官礼是日士兵所以敬官，是敬官是所以重礼，重礼所以为国本也。故官于坐以者待也，教于客位三家离尊家有臣也。己官而自知成人之道也，见于母母拜之，见于兄弟兄弟拜之，成人而与为礼也。玄官玄端殿至于君，遂以至见于乡大夫乡先生以成人见也。成人之者将则成人礼焉也，则成人礼焉者将则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，将则四者之行于人其礼可不重与。故孝弟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，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。故圣王重礼，故曰官者礼之始也，家事之重者也。是故古者重官，重官故行之于庙，行之于庙者所以尊重，是尊重事而不敢善，重事不敢善，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。婚亦婚